爸系日本人，佢叫平川章。我老豆死咗啦，你几时肯出嚟见我啊？我要同人分，仲要我系细份啊？陈强，边个陈强？废人。系咪我唔俾人打咧都当我赢？我唔理你赢定输，你同我打晒，我即刻走。空手道咧就唔系你谂得咁简单嘅，除咗有力量之外咧，仲有胆量嘅。你要记住，你一定会遇到比你更强大嘅敌人，佢可能会将你打低，但系无论如何。你都要勇敢去面对。你全部逃啦！自私地事。我系空手道黑带嚟嘅，十岁就参加比赛，攞过少年组冠军。个都我打叻，咁叻唔通唔打？阿里加多个就要 master。